梁咏琪呢日出席音乐节目录影，提到最近新歌《平安夜》反应相当唔错，唱片公司仲有意推出第二版添。不过为咗要积极练歌 ，Gigi 同女女就喺屋企争住点歌。即系佢有佢中意听嘅，有时一啲英文歌啊。咁我自己喺屋企练歌，譬如我做呢个 show， 我要不停喺屋企播住自己的歌。咁佢就会话你听完自己歌未啊？诶，几时到我播翻我嘅歌？咁我哋要猜情寻去拣歌。农历新年好快就到啦 ，Gigi 又打算同女女点样度过呢？我哋会都系教下佢一啲传统嘅习俗啦，例如同长辈拜年啦。咁因为即系希望佢即系虽然佢系即系鬼地妹嘅，咁但系希望学多啲中国传统嘅嘢，始终孝道啊呢样嘢，其实西方可能民族即系唔会即系嗰个 concept 冇中国人咁觉得咁重要咯。